历史从来不为一个人的意志而安排，不是吗？倘若不是亲生血统，为何不让他回到原生家族呢？倘若不是亲生血统，为什么不让他回到原生家族？不然降为民兵也好，董福太夫人，你不念在这18年的祖尊之情，你也应该念在他曾经在您膝下奉茶问安，怎么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将他杀死？这真是太过无情。你是参军永华的女儿，我们不会害你呀，希望你能自爱。我今朝还是郑家的媳妇，现在却成了屠夫的女人，我没有什么好自爱永生，只有一死就地狱鬼而已。万万不可呀，你的腹中还怀有胎儿呢，堂堂男儿七尺身躯有保不住，更何况一个未出世的婴儿。当你遥望天际，母亲会一直守护着你。这是母亲能够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回家吧，海边的风太大了。妈子啊，回家吧。海的另外一边，您的故乡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我早已忘了家乡是什么了。屏幕才是我的家。你不会习惯那里的生活的。中国各地充斥着饥荒、战乱，我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。15年来不见踪影，一回来就靠着威胁利诱让幕府放人。该说这个人变了，还是一点也没变。你想念福松的心情，做父亲的怎么会不知道？但要你去那样的地方，跟去地狱没什么两样啊。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福建，因为我就只有你一个女儿啊。父亲，武松就只有我一个母亲，就算要去地狱相见，我在所不惜。
宿命啊，宿命！我远从中国来到日本，我的女儿却要从日本回到中国。父亲，父亲，对不起。海的女神啊，请守护我的女儿。吾如星辰遍九州，终成一世怀悲愁。复仇雪耻之何日，不斩龙兰誓不休。我现在是东宁之王，那又如何？我将东宁经营得有声有色的，我实行了屯田制度，我改良了制盐方法，我让英国人来到这里和我们贸易，我还建立了第一所学校教化百姓，让民众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啊！那都多亏了陈永华。为什么从小到大你就不能多肯定我一点？你的西征失败，你把西征当儿戏吗？你懂我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像你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。你成天只想着你的反清复明。你可曾想过母亲为了等你回来，她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，为了你那愚蠢的牺牲，她不知道牺牲了多少的青春。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代价。你听我说，你难道不想要听课堂亲口叫你一声母亲吗？赵娘，赵娘，没有你啊，我不能没有你啊。大王，不妙，跟军中向我们求援，我们应该尽速派兵。不，老师，我们应该趁着他忙着对付清军的时候拿下福州。现在这个情势拿下福州的确是易如反掌，但是真正的敌人是满清。耿精忠要是败了，你们也撑不了多久。只要拿下福州，我们就有足够兵力了，到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满清了。您太低估满人了，现在您能称霸整个闽中地区，虽然满清忙着对付这些藩镇，无暇管我们，但倘若这三藩中少了一个，他们就可以聚集兵力，从这个缺口做突破。到时候，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，都将付之一炬啊！老师，你太胆小了。那么您就当作同情耿精忠，派兵救援，顺便卖他一个人情。如果心不够狠，如何带领一支军队啊？在您做决定之前，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您父亲生前的遗志。是光复大明王朝啊！我不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。那么你又是为了什么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如果梦醒了，我的罪是不是也能赎清了呢？仇人对此情难尽，几次临风欲断魂，欲断魂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1681。
少来了，人家问你的真名。我是谁很重要吗？又没有人在乎。这应该是恁爸爸吼，真好，看起来真好。他妈的，他哪里好啊？这老家伙啊，成天骂人，骂日本，骂共产党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一事无成。他妈的，就像我一样。我真搞不懂，我妈为什么嫁给他。你看，这张是秋娇小姐给你铺的呢。啊，你全家伙仔的写信啊！哎呦，啊秋娇啊，啊翕相哪会拢歪笑嘞？在阮迄个年代哦，笑真正是。一种上歹找的物件。秋娇啊，原来你嘛是一世人拢伫咧艰苦。别看了。这都是你害的。这都是你害的啊。龙喜厉害耶。他对着门口那棵老树说话的时间。比对我说话的时间还来得多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说我妈怎么变这样子了呢？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吧？这个可怜的糟老头啊，我妈她花了很多的时间关在这间房间，整天听歌画画，从不踏出门。我爸也不准进来。听歌。